回到那个这个下午的重点哈，让各位去输出你的衣服跟那个毕业纪念册之类的相片本哈。好，那各位登录进来之后啊，如果你是第一次哈，你就直接进入马上线上制作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是第一次，那如果你之前有做过，你可以到你的会员专区。啊，会员专区这边会有一个作品集哈，作品集就是之前做的档案都还会在上面，那你还是可以再比如说加印啊，或者是说再做编辑修改哈，这个是会员管理的部分哈，那我们就直接来线上制作哈，请你点一下线上制作，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 重点好了哈，这边有相片书哈。那这个很好用了哈，我个人，分享一下哈，我自从那个有数位相机以后啊，我还有手机之后，我们就是用那个数位相机跟手机在拍生活照片哈。那各位如果拍习惯了哈，就是你的相片会越来越多，对不对？啊，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会在，我们就会有一个，我就会按照这种方式去存档案哈，日期跟你的活动的名称就这样，每次或每天一个活动结束之后，那一阵子可能一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我就会把相机里面所有的相片全部拉到我的硬碟里面，用资料夹存档，然后简单的做。用日期做分类哈，那这样相片一多了之后，因为你一旦是用数位相机、用手机拍，那个不用底片，对不对？不用钱嘛哈，记忆卡可以清掉再使用嘛。那所以你就会乱拍一通哈，什么都拍，会一次，甚至同一个镜头按很多照，按很多次哈。那所以通常我就会习惯哈，会有个习惯就是每一阵子哈。一阵子我就会去，比如说每一年我就会选个，就会从那一年整个年度的相片里面，我会选一些精选照片，就是看起来照得比较好一点的，这种相片我会拿去做，去把它直接拿到相馆去，把它直接从相片洗出来那为什么哈？因为 第一个，硬碟这种东西哈，如果你没有经常的做。备份就是同步备份，或者是经常的那个定期的复制备份的话，那有可能它3、5年之后，甚至7、8年，你的电脑就突然有一天硬碟会坏掉坏掉之后，重点不是那个硬碟几千块的问题重点是你这些东西都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家庭的记忆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不要，如果不见了的话，你会更心疼不是那个硬碟坏掉会心疼，硬碟坏掉就是花几千块就可以买一颗新的，但是重点是你的资料会找不回来。那所以请各位就是你的备份这个习惯一定要好好的要固定时间备份那至于照片的部分，我就是会定期我就会定期挑一些精选，就是比较好看的，那我就会把它给洗出来，拿去洗出来。那后来有了这个，这种相片书的那种制作平台之后，我也做了几本起来，其实效果很好了，那我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是放在云端，所以它跑久一点。这是我们家小时候小朋友的相片。这是我们家女儿的相片。所以你看这种这么甜美的回忆你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存，它是有可能在数位时代说硬碟说坏就坏那所以你还是得把它印出纸本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提醒各位要千万要注意的事情。那么回到
回到那个后来有了这个云端出版或者是云端洗照片的这种平台之后，那我就会习惯哈，去把这些东西给做一个定期做一个处理哈。那这个是我在还在稻香的时候啊，有一年那个我带帮忙带客服，好，我们都科任老师嘛。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了哈。那所以我们就那个班导师没有空带客服的，我们就去帮忙带客服。那我带到这几个小孩很可爱了哈，带三年级要升四年级了。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就一边跟他们客服，然后一边拍拍照哈，留留纪念哈。所以那一个暑假我就有我有那个上课拍记录的习惯，所以就拍了一些照片。那拍了一些照片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个暑假过得很有意义啊！哈，这个学生是我儿子的，曾经好像是同班同学哈，马基佑哈，马同学哈，那个他的九九乘法哈，一直背不起来啊。那个老师就是千交代万交代说，叫我拜托这暑假一定要让他九九乘法背起来这样。那其他的同学，哦，都还 OK 啦，哦，那所以我们就是一边上一点点这个进度，帮他复习一下课业，然后一边就是锁定他的这个九九乘法，哦，然后再带一些动态的活动，哦，所以我就做了一点记录。那这个是那时候我第一次用的是这一个叫 Photo Life，哦，那时候去那个资讯展的时候。啊，有买他的那个优折扣的优惠券，啊，所以我第一本其实是用这个来做的。好，那所以这是他的封面哈，啊，封面这个叫做书背哈，啊，书背，你的那个书相片书的题目哈，啊，然后你可以写一些字，对不对？然后可以插一些图案，啊，这个是他原先就做好的套版，那我只是把那个图片给丢进去。啊，丢进去，所以这个都是版面，都是他做的，你完全不用烦恼那个版面的问题，你唯一要处理的就是你要放什么字，啊，你要写什么字才够感性这样子哈，好，那所以我就做了这一本了哈，好，那所以我们看平常上课，我们会去跑学校的图书馆，啊，然后做一点记录哈，好，然后那个。但我因为我那个班级很少啊，我刚好一车哈，哦，可以塞下去，对不对？那所以我就常载着他们到处去玩，就是哎，可能上课上到一半哈，哦，就是看他们坐累了或什么，我们就会去有一点动态的活动。那附近有一个玫瑰园了哈，哦，那有种那个芭乐火龙果哈，哦，还有一些花花草草跟小动物哈。哦就会带他们去那边逛一逛哈，采采芭乐吃哈。好，因为本来那个客服的钱就不多哈，所以赚这两三百哈啊，就干脆就把它拿来花一花哈。所以我们的钱经常就是在那边吃芭乐哈，开赛车就把它给用掉这样哈。好，所以也带他们去吉安农会吃冰，啊吃冰，然后那个去买书哈。哎，他们这个是买送给他们的书了哈，所以每个人一本这样，然后他们就挑书挑得很高兴这样。好，啊，重点是我们在游戏的过程中哈，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哈，所以不单是买书而已哈，那个因为大家都很有共识了哈，就是希望大家的重点都是希望马同学把那个九九乘法给学会哈，那所以。其实我们去吃冰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就带那个扑克牌，啊，扑克牌我们就把那个十 JKQ 哈，啊，抽起来，留一到九哈，啊，然后就现场就直接发牌，啊，发牌给他背，啊，就发到这一张一，发到第二张九，就他就要回答说一乘九是多少。啊，然后再发下一张，如果是三，那就是三乘九是多少？他就要立刻回答哈，啊，回答错了就要修正嘛哈，
然后所以就是一边吃一边回答，很快乐的学习哈。好，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哈，这一副牌那个同学都会带在身上，我就一直帮他做啊，他也很习惯哈，因为很开心嘛，一边吃哈，然后就当做游戏这样一边学习哈。那因为这种快乐学习的气氛下哈，然后加上很多次精熟的练习哈，那个马同学在那一年的暑假哈，就真的把九九乘法给背熟了哈，所以其实我们非常的快乐哈。好，那所以快乐不是只有在自己学习的获得哈，还有其他同学都跟着一起长进哈，然后安排一些动态的。好，那个玫瑰园那边有赛车哈，那头一次10块可以绕好几圈啊，所以就让他们下去开赛车，然后带他们去海边哈。那时候，这个好像在9号桥附近哈，它有很多的寄居蟹哈，所以会在那边抓寄居蟹哈，然后就顺便讲一点自然科的东西了哈。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做了一点小记录哈。那你想想看哈，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把它做这些记录，不做成一本相片书哈，其实过了十几年，过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啊，你在记忆里面就不会留有痕迹哈。但是如果做了这一本书，你偶尔拿起来看，你还会记得当年很好玩的事情哈。那所以。所以我就会蛮习惯的去做这个书哈，然后后来在那个，后来就是在稻香那边上电脑课嘛哈，我们后来也是会讲这个，那时候教的是 PhotoLife， 会跟小朋友讲有云端出版这件事，所以其实就蛮鼓励他们就毕业纪念册自己做哈这一件事情，啊，但是因为那个。毕竟学校还是算中型学校嘛，那所以班级老师还是会请那个专业的厂商来做哈，但最起码哈，我们让老师知道，让同学知道说，做毕业纪念册这种事情根本一点都不困难，好，其实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如果各位老师你是那种偏远学校哈，也或者是你只有一班，你学生也没几个，哦，那是蛮建议你省点钱哈。就是自己做哈，自己做又便宜，又可以决定那个品质跟数量哈，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啊，你反而还可以多的钱，还可以做一些这些，你看，啊，除了相片书，还可以做阅历耶，啊，做油画框啊，啊，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挑一些比较拍得很好的相片，就把它放大啊。那刚刚有讲哈，放大到 A3 以上，你最少就要800万画素，现在的手机大家都有千万画素，对不对？所以不要客气了哈，就最高像素给它开下去拍就对了哈。好，那所以将来你万一哪一天你想把它拿来输出那个大型的油画框的时候，就不会有解析度不够的问题，好，就不会有解析度不够的问题哈。好，那所以。尽量拍大解析度啦哈，所以你看那个保温杯、地垫哈，连那个吸水垫、杯垫都可以做啊，马克杯是比较常见啊，啊，钥匙圈，啊，磁铁啊、扇子，这个蛮多都是可以当做那个行销用品啊。那你做一些啊，像你们比如说那个毕业班哈，就做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怎样？去募有些比较穷的学校哈，或者要带活动学校，他做这些东西可以去募款，让学生让比较那个经济不好的同学可以去，有机会可以自己赚钱去毕业旅行，这也是很好的活动，对不对？啊，那个国小其实就可以自己来哈，不用等到那个一定长大才有办法赚钱。这你看这么多东西可以做哈，那做的过程又非常的简单哈，美感又很有。又很有美感哈，所以你看这么多东西，好，那建豪它是真的是就是东西是最多元的了哈，所以是蛮推荐这一家，那它的这个价格也不会贵哈，算起来也不会贵。好，那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疫情之前哈，疫情之前我的妈他们就是跟
跟亲家母哈、哦，跟那个阿姨他们就是去土耳其哈、哦。那我想说他们很难得姐妹们哈、哦，就是去能够去到土耳其哈、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妈妈手机的相片里面，我就把它全部 download 下来哈、哦，然后就挑了一些照得比较不错的照片。那我就把它直接做成相片书哈、哦，相片书。那我一开始没有跟他讲了哈、哦，但是我做好之后，我就买了5本哈、哦，5本寄回来。那一寄回来的时候，你也知道哈、哦，老人家会说啊，那也加不拆机哈，做这边冲线哈，啊，我的手机都会塞孔哈。结果哈、哦，本来都是这样讲的哈、哦，然后他那5本哈、哦，就寄给他的姐妹，寄给亲家母之后，哈，哇，他受到这个 受到大家的爱戴，哈，就哇，你哪只搞做这相片书，哈，哦，这不时的会使摕出来看，足好个呢，哇，我的妈妈高兴得不得了，嘿，所以从此对这种输出的事情，他就觉得很 OK 了，哈，所以偶尔我会做一把他们呢出去玩的相片，就做一些那个袋子哈，那个就是手提袋了哈，或者做一件衣服哈，哎，他就是回去都会很高兴哈。然后他的好朋友啊，有时候看到也会问说这是怎么做的哈，他们也想要做哈，啊，所以这个是做出来的样子哈。那坦白讲哈，做出来洗出来的还算都还蛮精美的哈。啊，至于那个材料就是看你在等一下要做输出的时候，你去选哈。好，那这里面啊，因为我没有跟着去玩，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玩的状况，所以我就没有 key 一些字幕，我就直接放图而已哈。那其实这样就可以达到很棒的效果哈。好，这妈妈跟阿姨他们哎，就非常的高兴啊，有这本书。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那个手机满了怎么办，那个相片不见了怎么办？啊、哦，那因为年纪大的不会用电脑嘛，哈、哦，所以如果想要看照片的时候又没有这种纸本的，他就很困扰，对不对？啊、哦，那时候手机很多照片要找老半天哈、哦，所以印出来还是最棒的选择哈、哦，印出来还是最棒的选择。好，那所以当年就是印了这个哈，他们非常的高兴了哈，所以这真的是好东西了哈，真的是好东西。那也可以输出那个油画框哈，大张的。好，那所以说，哎，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错了。然后他，你看网站刚刚还帮你做成电子书哈，所以你登录会员还可以在上面就是去看那个电子版的哈，电子书哈。好，那刚刚那个暑假这个哈，这个说实在哈，那时候我没有把它洗出来，那我是因为做好之后它的版面就好了哈，所以我就直接用剪图的方式把这个图整个剪下来，存成图片档。好，那说实在，这个是应该算是不合法的行为了哈，因为你还没付钱哈。你还没付钱就把影像给抓下来哈，你没有去做输出，这样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交易行为哈，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学了哈，就是你做了就把它印出来哈，这样版权才算你的了哈，这样会比较 OK。好，那我想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哈，所以你就在那个首页那边直接选那个